觉得现在那日本就是有一种快要崩溃的感觉，刚抵达就发生这么有趣的事情。如何好吃吗？它路边已经有积雪了。飞驼牛的握寿司。我们现在要去高速滑车。超快的，救命啊！也太快了吧！现在在娜娜讲的胯下，然后刚刚有两位部落客巨星骗我们说要从他下面走过去。然后你们说那个部落客是那个哔哔哔啊。其实就是我们刚刚飞机顶北，然后到了之后，我们就在吃午餐，然后因为我们就一直拍照，然后就有点赶不上车，所以那个车就在我们面前走掉了。对，我觉得现在那日本就是有一种快要崩溃的感觉。还好我们都来得及，没有什么崩溃的。可是他们明明就可以先换好票，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就是赶在最后一刻？他们高兴，他可能是希望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再弄。他就是让我们照着他的行程走。不然我们会不知道怎么换，可是车就这样开走。那他只是简单一点机会那么玩，然后是住盘车就肚子好痛，好痛，好像胃好痛。变成在抱怨，刚抵达就发生那么有趣的事情，不知道接下来三天会发生什么事。现在在休息站，第一次就是坐那个坐巴士，然后还有中间休息的。然后这边的休息站呢，就是长得跟台湾的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厕所的水龙头水是热的，所以洗手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痛苦。好，我们应该还要再开一个小时的车才会到。现在到松本市了，然后现在这边零下一度，看都冒烟了，超冷。没有腥味，没有腥味，很嫩的。我一直以为会有腥味，吃起来跟鸡肉很像。那雪真的蛮大的，你看路边已经有积雪。现在是早上9点，然后我们在松本城。在松本城里面，然后因为不能穿鞋子，所以脚走在这大概-2度的地板，这个地板是可以直接拿来做空运动的。我的脚真的要裂开了，好痛哦！你这袜子太薄了啦！对啊，真的很薄的袜子。不知道有没有来过冬天的日本啦？谁知道会有跑？我现在在天守阁里面，然后。就很任性的坐在地上，因为脚真的要炸开了。提醒大家，就是来这边的话要穿很厚，很厚的袜子没有用的。对，没有用。你还是会想死，如履薄冰。不是热锅烫的吗？我觉得下去有点可怕。哎呦！现在在平汤温泉，真正都是雪，人生第一次就是站在雪地耶，感觉可以来唱首歌，唱什么 Let It Go 吗？现在在吃什么？荤。部分剪进去，
蛮吃，你给我剪进去哦。飞驼高山的牛肉，你会讲飞驼耶？飞驼啊，不要再念惨了，大家。大家都念飞蛋好不好？飞蛋高山肉。好吃吗？好吃到翻白眼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高山的老街。请问高山的老街有什么呢？有酒，有酒跟飞驼牛的握寿司。还有台湾人在老街买的草莓大福。嗯，看草莓，好好吃哦。嗯，不要学我说话。会，我把你剪进去。我就说不要再说说话。帮我留下去，然后说这就是那个谁谁谁的。难搞博客。难搞博客。飞驼牛的握寿司。嗯，阿妈桑给甜酒。嗯，很想在里面加一加。汤圆，现在在夏旅温泉，然后今天住的是温泉旅馆，现在非常冷，我已经不想要讲任何的话了。我们今天在夏旅温泉，然后住的是温泉旅馆，就是非常日式的那一种。那它有大众池，它那个和室有自己的浴室。明天再跑完一天行程，后天就要回台湾了。这一次的日本中部取材之旅呢，认识了两位旅游部落客天后，两个人都非常的直率，我非常喜欢跟直率的人出去。我明明就是才刚认识，但我沿路就做一个很蠢的事情，很有趣。那就是希望下次还有这个机会再来取材。哇，好客套话，完全就是被日本人传染的呢。我们现在在夏旅温泉河掌村，所以如果你是住夏旅温泉的话，就是这附近就有一个现成的可以看。因为真正的合掌村应该还要在更里面的，在更远，百分箱，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不错的选择啊。如果你不想要到这么远的地方的话，他们四个人在我们后面，我觉得他们像一种东西，他们像随扈，他们像什么政治人物？没有，前面是黑道大哥的女人。哦，所以是保四个保镖。我们两个是水壶，他们是保镖。可是有一个有一个忘东忘西。对，前面是黑道大哥的女人。我们现在要去高速滑车，那只要投100块就可以冲20公尺吧？对，20公尺。哦，有点紧张。那应该要爬很长，我们就是要爬山，爬到最上面再滑下来。好，还没爬到上面就已经先往生。那要滑下去咯。其实蛮快的，超快的，救命啊，也太快了吧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但是还好啦，没有像云霄飞车那么刺激。就还有它总共有2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挑战第二阶段。好，第二次挑战开始咯。我刚才把板子丢到垃圾桶，请记得要归还到原来的地方哦，不要丢错。我们现在在歌舞伎座的舞台下面，就是它有一个旋转舞台在后面，就是冰淇淋不会从人身上去。你不觉得这是很像那种演唱会默化炫，他们就歌手就这样跑来跑去，然后换衣服走来走去啊？对啊，蔡依林啊，张惠妹啊。现在在中京川的老街，然后因为现在外面非常冷，找到一家咖啡厅，接下来就不想要出去了。我们之后喝酒的行程就会精神一来，香的，这种甜甜的，然后是甜的。再看一个，
一直想要喝的。现在好冷哦，我们现在在马龙宿的老街，这一整条都有很多吃的跟一些酒，又有人在买酒。现在把口罩戴上，完全不像情况了。现在在中京川站，我们要去名古屋搭飞机，终于回家要买装备了。加油，登机要回台湾了，终于结束，可以好好的回家睡觉了。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来日本出差了。